完了，彻底完了。这各位仙师一共是欠了我600多万灵珠啊！请问是用灵珠直接支付呢，还是用法宝作为抵押呢？什么？天阶禁品！你们竟然跟他……不是，我们也知道错了呀。一个真不容易啊，想当年身居二虎。此女就是要将三位仙尊当作本君的软肋，要挟本君，他们真是可恶至极。三殿下如今虎落平阳，皆是因为保护我，这份恩情实在难报。殿下为金魁所累，竟落得如此。只要你安好，任何刑罚我都受之不惧。经此一事，幸亏方知殿下为人大恩无以为报，还请殿下宽衣。宽衣？好险，本公主差点就中了他的计了。咱们都这么多宝物了，真的就不能去吃一顿呢？臣愿厉王令，提升三殿下朝奉。朝奉，你可知罪？父王，朱九英行迹可疑，儿臣本想盘问一番，他竟要对我动手，谁知刀剑无眼，我竟误杀了他。诡辩！难道我大将出门，还需要向你个小小的斥候报备不成？朱九英纵有不轨之举，自当上报厉王。什么时候轮到你动手了？厉王，若不诛杀朝风，以后上行下效，尘渊界就全乱了。父王，逢春术是高阶法术，以本君推断，此次考核的内容应该就是以木偶衣冠为首的几道题。这木偶衣冠是化形之术，衣虫是以物化物，你试试看，变化出你心中所想。变衣光轻快。今日是尚书囊的考核日。今日考核的试题是：枯木逢春。逢春树。考核正式开始。少典空先跟我说了，等我考完试就把这破烟给我摘了的。现在我考完试了，他人找不着了。这红光宝剑你先带着，等你什么时候成为合格的天妃，本君自会为你解除。我是再也受不了他这气了。我觉得你，依我看你就应该讨好人家，说不定哪天他开心了，就帮你把这红光宝剑给剪了呢。你说的对呀、啊。
知是要蘸墨吗？青葵来。哎，神君是要饮茶吗？青葵。神君，说要助眠吗？有什么事啊？你就吩咐啊。走开！神君，需要洗漱吗？你出去。神君不是希望我成为一个合格的天妃吗？我现在做的都是一个合格天妃应该做的事情啊。你为何执意要解红光帽？你为何就是不肯给我解这红光帽巾啊？你得兑现承诺了。